我没还是他没？我嗨，大家好，我是 Rice 解放网的 Joyce， 欢迎收看今天 Joyce 笑八卦系列啦。哎，猜猜看，今天我在哪里呢？你觉得人家会回答你吗？哎 ，OK， 我知道你们回答不到啦，不用紧。我今天呢，就是在我公司，就是 Rice Bowl 铁饭碗。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哦，我的同事们哦都很有钱，我就很好奇他们薪水那么高，他们到底有多了解我们的公司？那么我就打算呢，跟他们玩一个小游戏，就叫做快问快答。那么他们呢就会在限定的五秒内 ，OK， 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他们回答不出的话呢，我的小助理就会，哈哈哈！哎呦，哎，不是打我嘞，是打他们。啊，算了，我们就赶快去问那些有钱人吧 ，Let's go！ 我们现在在休息，所以我们讲话要小声一点，但是打人还是一样大力的，助理很大力的。第一个问题哦。Rice Bowl 是什么 ？Job platform。Rice Bowl 有多少个英文字？一、四、三、二、六。没有五秒，错了。你小气，你放开。八个。哎，铁棒啊，有多少个员工？七十。哎，啊 ，OK， 哇。我们公司有多少位马来人？三、二，其实我也不知道了。我们 Rice Bowl 铁饭碗啊 ，OK。专注在什么样的 job category？ 讲两个来听。Sales， 老师。Customer service。Marketing at the account。Design HR F&B retail beauty admin HR marketing sales customer service retail beauty beauty beauty。没有机会啊你。我们公司有什么文化 ？Honest feedback。Honest feedback。Honest feedback。我们有五个文化。哎，讲看讲看。老板啦 ，OK， 我们有 fast integrity clarity。OK OK， 我们公司啦做过什么样的 activity？ Friday celebration。OK OK OK， 还有的， team lunch， 还有去踢足球啦。你最别打喊哦，公司同事的什么行为？好好讲。每逢星期三 ，OK， 我们 Rice Bowl 会出什么影片？五、四、三、二，五、四、三，你没有看我的 video， 赶快！李明浩，还有街坊，街坊叫什么名字 ？Joyce 温温瑶，错是 Joyce 要八卦，这个就是不良示范 ，OK， 他没有了解很多，讲了一次要八卦系列。你们要记得哦，每逢星期三哦是有 Joyce 要八卦，我没还是他没？那是你哦。哎，你没你没。就是特地哦弄那种题目是他们答不出。我们每个星期啦，我们有多少钱的 pantry food？ 250。哎哇，500吗？一个星期？哇，一个月2000啊。就是我。真的哦，真的。OK， 我不懂，你最喜欢吃公司的什么食物？哦，那个披萨巴特饼干。你用一个字形容老板？好，帅。好啦，今天的这个访问就到这里啦。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prank 一下你的同事哦，看他们有多了解你的公司。记得啊，下个星期三留守 Joyce 要八卦。